早晨啊，咁多位中环财经连线啊，终于等到每一个月大家最期待嘅救星嘉宾嚟啦，就系 Sky Sir。救星啊！你估我系普丁啊？我唔系救星啊，系啊，我都系尽力而为啦。系啦，咁啊，即系喺呢个市场啊咁唔稳定啦，又冇方向嘅情况底下咧，其实真系好需要有啲嘉宾啦、啊、分析师啦、啊，唔同嘅一啲俾一啲建议啊，又或者一啲睇法，大家即系睇下大家会唔会咧，即系从中学到少少嘢嘅。咁啊，讲开咧，嗱，咁啊 ，Sky Sir 我都偷少少时间先，因为咧喺讲呢一个咁波动市之前咧，都有少少嘢咧想介绍俾大家嘅。咁啊，因为咧即系呢个市咁波动啦，再加埋今日系期指结算日啊嘛，咁啊期指结算日大家通常都躺平噶啦，咁但系即系躺平之后可以有啲咩做咧？咁样一阵咧就同大家一去分享啦，咁样就再去讲啲睇法俾大家知。但系咧喺呢个咁波动嘅市里面，又唔知道做啲咩好，咁点样先可以稳打稳扎咁样去赚钱咧？即系又有一啲外围嘅因素影响啊，打仗啊，加息啊咁样。咁啊，今日咧就有一个机会，有一个有一个分享啦，俾大家可以咧稳打稳扎咁样赚少少钱咁样，有少少钱即系而家都攞咗先咁样啊嘛。咁啊嗱，政府咧喺最新啊嗰、那个财政预算案嗰度咧已经讲话要活化呢一个债券市场噶啦，咁啊就有一啲银色债券啊、绿色债券咁样推出啦。咁啊而绿色债券咧，即系大家如果有睇琴日嘅节目咧，都已经知道我话最 concern 就系呢样嘢噶啦。咁啊因为咧系为一啲环保啊、新能源啊、绿色嘅项目咧系筹集资金嘅。咁啊同之前 I bond 一样啦，咁其实咧绿色债券咧。半年咧就會派息一次，個息口咧就同通脹咧其實係掛鈎嘅，咁啊而且又有政府保底，最少咧都會有兩厘息，咁啊抽中之後咧即時賣出又得嘅，咁所以即係都好 flexible 啦。咁啊，至於喺邊度有得抽咧？咁啊，喺銀行同埋指定嘅券商咧，其實咧都係有得認購嘅。但係當然啦，即係有咁多唔同嘅選擇，就要睇下究竟啊邊間免收費用咧係包括邊啲啊，邊啲優惠多啲啊咁樣。咁啊，通常銀行嚟講咧嘅收費咧就會係比較高啲嘅。咁啊，而富途證券開户抽綠色債券咧，其實咧就會有八倍嘅收益，而且仲會有12免嘅優惠嘅。咁啊，富途證券咧喺香港即係。零售券商的成交量排名 No.1 啦，大家都可能有用过啦，咁样咁啊，同银行一样咧，都系会有投资者赔偿基金嘅，安全可靠，而且喺富途开户认购绿色债券咧，仲会有高达1700蚊嘅收益，包括咧就系有两股腾讯啦，同埋300蚊嘅股票现金券，仲有300蚊嘅基金现金券嘅，咁啊再加埋绿色债券保底咧，系由有嗰個200蚊咁樣咧，個利息咁樣，咁加加埋埋咧就有1700蚊嘅啦。咁啊，而認購咧亦都係十分之簡單嘅，只要 click 下面條 link 咧開户嘅話咧就可以嘅啦。咁啊，而喺3月1日至11日期間喺富途牛牛 app 裏面進行認購，咁就可以買到呢一個綠色債券，咁就有機會咧可以穩打穩扎咁樣去賺錢嘅啦。咁啊，而開户咧。只是需要3分鐘就搞定了，認購都是3個掣就已經完成了，所以大家就不用想那麼多，看完詳情聽完我說開了戶口先就萬無一失了。而中間遇到有什麼不懂的問題呢，富途還會有7×24啊，沒有休息時間的客戶服務，隨時都可以打電話問更加多的詳情，了解更多的。好，講到這裡給大家掌聲，唔該曬 Sky Sir 聽我講嘢，亦都唔該曬咁多位觀眾聽我講嘢啊嚇。咁啊，而家即刻去翻個市局。頭先咧，我都同 Sky Sir 講啦，就係呢個今日期指結算日。咁啊嗱，琴日又有好多外圍嘅消息啦，真係好似哇打仗啊，真係即係我都陸陸續續見到啲社交媒體啊新聞咧，都見到有好多呢啲唉好慘嘅相片啦。啊咁樣，咁啊真係即係令到嗱美股嗰邊就唔講住啦，但係港股咧今日咧。又奇怪喎，即係一開始嘅時候佢唔係跌住升跌住開噶嘛，即係佢升咗幾點咁樣。咁雖然而家咧係倒跌翻48點，係咯，其實都跌得唔係太多，係啦。咁啊喺22,852.75嘅呢一個水平位置，今日期指結算日有冇一啲可以真係躺平嘅一個意味喺度咧？即係大家唔使做主啦咁樣咧。哦，嗱，首先咧我就少少矯正下先，就。其实今日不是期指结算日来的。今日呢是啊，这个其实正式来讲呢，这个叫做呢以我卑微的知识啊，就叫做期指最后交易日，即是2月的最后交易日。真正结算呢就要到下个工作天的。不过很多朋友就当了今日结算，因为今日是最后
交易完就，但系计数咧，其实要下一日先计到嘅，所以你孖展仲要继续扣你嘅、嗯。如果你过市啊，不过我提下你唔紧要啊。咁第二样嘢系咪可以躺平啊？哇！而家呢个市廿分钟你躺平，你真系以后都躺平啦，好难搞啊！而家个市唔可以咁样噶喎、啊。嗱、啊，咁我哋又回顾翻先啦，因为我都有成个几两个月冇做，因为上个月即系节目调动嘅关系啊嘛吓。咁啊。首先我上次讲过嘅都要讲返啦，譬如我话当时我话港股已经好超值㗎啦，咁我嗰阵时係两万三度啦，所以呢就博去见底啦，去买啦咁样，当其实係咁諗嘅。咁因为呢我就觉得我记得我整咗个图㗎，整咗个图出嚟㗎，咁我结果呢即係整咗个地图出嚟㗎。咁、结果呢我就二万二千几我又买，二万三千几又买，二万四千几我都买。咁买完之后呢二万四千几呢，跟住我就去到二万五，咁你冇理由完全唔做啲获利动作㗎，去到二万五，咁我二万四千几嗰啲就走咗啦。跟住二万三、二万二嗰啲呢，我其实都冇乜点走，直至到寻日。点解呢？因为你而家突然间系打仗嘛，但打仗之前我都讲返我之前呢、這个我话俾大家听系超值嘅，咁我哋睇返系点。因为好多朋友都话哎呀港股真系废啦，又跌落嚟又跌落嚟。其实大家睇下我哋一定要比较㗎嘛，如果你话得佢叻或者话得佢废，咁我睇返嗱，大家可以喺荧光幕我分享到出嚟，唔知睇唔睇到呢，睇下呢一张睇到呢张地图，呢张地图呢就係我上次整出嚟嘅，係讲緊旧年，哇真係万六丛中一点红啊，全世界都升，係香港跌，呢个係旧年。咁我喺呢一日呢，我记得我就话，因为我一月初做噶嘛，我记得系，我就话其实港股嚟紧今年咧唔系咁差，应该会好过其他嘅。咁结果咧，我哋睇下，我做咗张由我做完节目到而家睇下吓，最新嘅情况，呢一个系最新，全部都跌噶啦。不过你睇下，纳指道指系跌 10% 至 14% 啦，法国先啦，法国跌9个，德国跌12个，南韩跌11个，最叻最叻咧。其实就唔系香港，不过呢度冇整出嚟，最叻系新加坡，新加坡净升添。第二呢就影到香港。即系话全球嚟讲呢，主要嘅金融市场嚟讲呢，香港新加坡呢都系做得比较好嘅，比其他好嘅。你睇下纳指嗰啲跌10%+，咁所以其实就唔差嘅。但系呢啲呢，当然啦，你要考虑埋而家啦，因为而家最重要，上一次觉得系超值啫，因为上一次嘅时候系冇呢个我都冇人估到啦，一个战争嘅因素啊，除咗嗰啲有预言家啦，嗰啲神算啦，印度神童咁啊，咁如果唔系咧，根本大家估唔到。咁但系咧，而家就要考虑埋嗰个叫做打仗，有啲人话入侵，咁其实呢个咧就需要成个睇法，可能有啲 adjustment 啦，但系唔紧要，我慢慢讲俾大家听。其实今次呢、這个我唔知道有其他嘉宾有冇讲啦，即系讲下呢个乌克兰呢件事件啦，咁因为乌克兰呢样嘢咧，我就认识唔系好多啊，都系少少认识啦。有啲朋友喺乌克兰，我又有啲学生咧，有啲同学有几个添啊，系住喺乌克兰啊，原来都有我哋香港人有住喺乌克兰过。跟住我有朋友咧，上两三个月先喺乌克兰翻嚟嘅啫。咁所以我问下佢哋个情况啦，呢啲系即系听新闻，可能系一个睇一个片面咧，人哋住喺嗰度咁多年，就问下佢最清楚啦。咁佢就讲咗好多嘢俾我听。咁其实嗰两个国家啦，叫共和国啦，而家即係甩咗乌克兰嗰两个呢，喺乌东位置嗰两个呢，其实一早以来呢都系讲俄语㗎啦。其实根本呢就喺我唔记得2014年、2015年啦，根本已经叫做归乌克兰管，但其实根本就唔苏佢㗎啦。系话咗独立好多次，根本就唔系即系你可以话佢属于乌克兰咧，反而系奇嘅，因为佢大部分嘅人都系讲俄语嘅，咁根本咧佢就偏去俄罗斯嗰边嘅。咁而家呢个咧，大家话入侵啦，咁普京就好够胆识同埋好聪明啦。喺呢个时候，当你个个觉得佢唔打，佢就偏喺呢个时候就入去。但系你话打，佢又未系打嘅，直至到头先有少少变数啊。因为点解咧？大家话入侵啊，其实佢而家讲得好好嘅。佢系入去维和嘅啫嘛，吓咁呢个维和咧，美国啊做咗好多嘅、哦，成日都去维和噶啦，周围去都唔关佢事嘅国家都维和，而去维和嘅地方仲系讲佢俄语嘅、哦，咁呢个系一个几特别嘅地方。同埋一样嘢，
你話入侵，佢又暫時你未見到佢搞啲咩政治嘅嘢啊？佢淨係走到嗰度，可能係炸咗啲軍事設施啊，其他冇乜嘢喎。咁所以你見到咧，嗰度又冇乜人去反抗嘅喎，好歡迎咁樣嘅喎。咁所以呢一個你話係咪入侵咧？好難講。咁如果你話佢唔係入侵咧，咁你美國又做唔到嘢，因為你烏克蘭始終唔係入喺北約。咁如果入喺北約，大件事啦。咁就係核彈戰㗎啦，隨時搞到，因為大家都有核彈㗎嘛，北約都有㗎嘛。咁但係而家唔係喎，佢走去嗰度，暫時啊，冇見佢有咩特別大嘅動作喎。咁所以呢，你見到尋晚呢，美國嗰邊呢都冇咩嘢做制裁喎。係阿華春瑩都講啦，制裁咗100次啦，有乜用啫？即係德國港字咁樣啦嚇，咁同埋呢件事根本就冇唔新鮮嘅啦。其實喺以前咧，格魯吉亞咧，即係 Georgia 當時咧都曾經試過咧有兩個地方咧，好似又係兩個省咁啊。咁又係話要甩咗格魯吉亞嘅。咁當其時咧，又係俄羅斯，又係走咗去幫佢哋，結果咧。到而家都係維持係佢哋都唔係屬於格魯吉亞嘅喎，咁但係佢亦都冇參與去管理喎，所以好似係舊橋新用咁樣。咁當然啦，係咪真正普京係咁好，只係走去維和呢？呢、這個就唔知啦。好多人有人言人殊，人人都講唔同嘅講法，甚至乎因為點解呢，佢今次打嗰個係都幾恐怖下嘅口號嘅，因為佢用咗呢、這個東正教。東正教口號係直情用精神文明、歷史文化，佢直情都差唔多唔承認你烏克蘭呢個叫國家嘅，係佢直情係話其實以前都係蘇聯一樣，即係佢好似如果你驚啲咧，就話佢係咪翻去蘇聯時代啊？咁所以呢個咧就值得大家去商榷，即係話係好大變數嘅。如果佢一喐，真係喐埋出去呢、這個我兩個省啦，我兩個省唔係好識讀啊，唔知咩 ski 咩 ski 咁啊，咁之出翻去咧，咁就幾麻煩下啦。咁仲有你如果到時你真係打嗱，頭先又聽見有人講嚇已經去炸基輔啦。咁啊，啱啱係我做節目之前，啱啱我收到嘅新聞嚟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炸基輔咧，個市佢又唔似喎，個市佢又唔係好，佢跌咗啲落嚟，但佢又唔係跌得好勁喎。咁啊，所以。比较难讲，但是如果真的这样你逼乌克兰呢是投去北约那边，那你投去北约那边呢，那就有些湿滞了，就因为现在是变了，现在本来呢只是一个维和乌克兰一个内部的东西，但是如果是这样呢是跟北约直接对抗呢，那我就觉得挺困难，但我自己私人觉得呢俄罗斯就未必够胆这样做住的啊，注意一下。点解呢？因为佢嘅国力啊，同佢嘅经济咧，未必可以维持到佢打长期嘅战争。闪战可以，长战咧，因为琴日你睇到俄罗斯个股市都跌40%，你有得几多个40%俾佢跌啊？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大家真系要密切留意。咁但系密切留意咁点咧？咁我日日都留意啦，净系睇啲新闻冇用噶。咁你要谂下点做噶？即系成件事嗱，美国嘅制裁咧。呢、这個咧，亦都係大家商榷，因為有啲朋友講我，喂，其實兩件事關我哋咩事啫？佢打俄羅斯打烏克蘭啫嘛，關我哋香港咩事啫？最多你咪撳下錢，即係你知啦，凡真亂就喺香港好似櫃員機咁撳下錢噶啦，冇理由跌1000点跌咁跌噶嘛，大家有所不知。如果美國咧，佢係搞唔掂咧，佢就會制裁俄羅斯啊嘛，話。好啦，但你记住制裁俄罗斯，佢又唔敢点制裁，因为人哋一闩咗条气管喉咧，哇，成个欧洲咧啲气都唔知点搞，似有啱啱话咪话制裁佢唔俾嗰个系咪北溪二号啊，差唔多个名啦吓，嗰条管咧系经过德国嗰条咧，咁其实你要知道嗰条咁嘅天然气管咧系 supply 俾欧洲，而德国都有份攞钱噶，即系而家其实唔系制裁，净系制裁俄罗斯，系制裁埋德国。仲有条管喺佢嗰度喎，你制裁佢咁样，即系其实真系斩搞喎。仲有啲天然气咧，就一路仲喺俄罗斯，冇走过嘅，啲价越嚟越涨嘅，俄罗斯系冇事嘅。咁所以你话呢啲制裁咧系冇用，咁佢搵点算咧？即系美国会点做咧？佢就会搵佢啲盟友嚟出气啦，冇错啦，就系要搵你嚟出气。咁搵边个出气咧？边个同俄罗斯
是盟友呢？中国咯。咁你就变咗出气嘅对象啦。咁即係话呢都几弊嘅嘢就係呢嚟緊呢佢就会你边个同俄罗斯就行得埋啲嘅公司呢佢又会走出嚟突然间讲下即係做啲嘢俾大家睇囉。咁你变咗之下呢咁佢会影响咗我哋都影响得几大下嘅呢方面。咁所以大家喺呢方面呢即係本来系超值㗎啦如果冇呢啲事发生。但係而家有啲变着呢咁我哋就要諗下点样去做啦。点样去做呢其实有方案嘅即係最紧要讲完一大轮咁点先得㗎係咪咁你要諗有啲乜嘢方案去做先至可以。咁嗱而家先讲个大市啦。个大市啲股跌落嚟或者有啲股唔跌啦都系完全由于个大市为主嘅。咁大市我哋点样去 manage 呢我哋睇下。其实港股就本来唔太差嘅。咁但系个大市啲 manage 呢这个是最近嗰个期指图都几恐怖下㗎。你睇下即系无端端呢即系本来呢度都好地地嘅去到呢度仲升得好地地嘅。但系嚟到呢度呢突然间呢 25,000 呢就逆转就一个裂口两个裂口。我自己諗住本来我諗住如果系冇呢啲事啦正常应该26,000呢啲系冇走鸡㗎啦。但是而家你突然间发生咗啲咁嘅事，咁我点样去处理？咁你梗系呢啲，你睇下成把刀咁跌落嚟，你梗系冇理由走去接把刀噶啦。你睇下，好似今日咁弹，曾经弹过头先，弹得我鬼咁少。咁好啦，咁我点样去应付呢？好啦，头先又话机库咧就响爆炸啦，就话有唔知系导弹定乜嘢，又唔系好跌。咁喺咁样剑拔弩张之下，第一，如果你真系想买啲嘢嘅。最薄嘅，我讲最薄啊咁你起码都出发支洋烛先啦，喺个大市度。即系如果你大市出到支洋烛，咁嗱，我画翻而家个图先啦。即系而家咁样跌咗落嚟啊，唔知观众睇唔睇到咧？睇唔睇到噶？睇到。啊，咁而家系一路跌紧落嚟啊，一个裂口咁跌落嚟啊吓。好啦，你最低限度都出支洋烛先啦。嗱，出支洋烛唔系稳阵喎，只不过你揾到个底。少少个底咁解啫。如果佢再收穿，即系再跌，整支阴烛咁样收穿法咧，咁你拜拜。咁即系话咩咧？其实再跌落去就危噶啦。咁即系危前有机咧，搏一搏嘅啫。咁呢个就系一啲好搏嘅心态啦，好搏嘅心态或者冇乜货搏下咯。咁可以即系一啲投机者可以去做嘅嘢。好啦，但系你话唔系，我稳稳阵阵，同埋我已经有货咯，我唔想立乱加。或者是稳阵啲先加咁稍微稳阵啲呢我又画返而家个图啊。咁第二个 case 喎有三个方案俾大家。咁你我当今日都跌啦呢、這个今日啦。咁你起码喺咁差个环境你做返支靓仔啲嘅洋烛升返上嚟好似搵到个支持咁啦。係咪嗱头先个洋烛唔同由啲个洋烛冇升上嚟㗎嘛呢支洋烛就有升上嚟咁呢个系稳阵少少嘅。稳阵少少嘅。OK?好啦咁有啲朋友话咁有冇再稳阵啲呀第呢个系正常而下一个呢就更加稳阵啦未必出到嘅我又要画多次呀唔好意思。好啦喺咁样嘅气氛之下而家咁差、可能佢继续差啦你又去跌落去啦又去跌落去啦当下。跟住突然间有一日呢佢做返个上升裂口呢度咪有个上升裂口囉有个 gap up 啦系咪跟住再整支洋烛嗱，咁你依个时候买咧，即系你叫搏啦，就搏得更加稳阵。甚至乎有啲人话：，哎呀，我好惊啊，因为打仗啊，咁样咧，你咪等佢回下落嚟，再点知都落唔到，再升穿你先买货咯。而当然最好嘅都系买货，就唔系买期指嘅，因为点解咧？期指你冇得受啊嘛，你点都要 cut， 但系货咧。其实有啲唔 cut， 咁你今日一阵间咧，你会见到我讲好多 number 嘅，即系你会觉得，咦，其实有啲股系有得睇，有位睇，唔系太差嘅，咁但系当然你唔好立乱买，因为你记住，首先一样嘢嚟紧有好多股都会中招，突然间俾美国点名，好似佛企咁，阿卡企起身，佛企出门口，咁咯。就系咁咯，即迟啲就会咁样。你见到突然间有一只无端端就会中招，无端端中招咁样，所以要大家要小心。所以喺嗱，我讲咗三个方案，重复啦，一个系洋烛，你可以搏，呢系极度投机者。
第二个找到个支持位都是阳烛的，点都阳烛的了。第三个呢就是出一个上升裂口你先买。咁全部都是博乜嘢呢，博个底见咗唔再穿落去。穿落去即係如果唔再阴烛跌穿啦，咁你咪博下囉。因为点解呢，係好微妙㗎。因为以俄罗斯而家嚟讲呢，真係好难好似当年阿富汗咁长期打㗎。你冇咁嘅国力啊，虽然佢已经储咗好多啊，普京上台廿年啦，但係你真係冇咁嘅国力可以同长期打，因为你唔系打一个国家喎，你系一个打十个喎。你系由波兰啊，由意大利，由法国啊，由英国啊咁样。咁你打唔到咁多个国家㗎，即係个个都候住你，因为个个都驚波兰喺隔篱咋嘛，係咪咁，所以我讲呢，按息时务呢，就打完之后攞咗个威呢，就企咗喺嗰度。继续维和就算啦，咁喺嗰两个共和国好细啫。啊，我唔记得咗嗰两，我好似有 check 过嗰两个共和国距离基辅其实都有几远，我唔系好记得。一啱我 check 翻话俾你听，其实可能好远噶，啊根本所以就唔关系咁样。所以大家唔好净系听啲新闻话打仗啊打仗啊打仗，又唔好觉得完全唔关我哋事，又唔好觉得真系打到嚟，唔系，只不过系有一啲嘢会影响。嗱，呢个你大家要知道啦，系啦。如果买美股嗰边嘅朋友仔，可能嘅影响嘅程度就更加高啦。即系我都见到好似啲讨论区啊，又或者我见到头先留言都有话，即系要沽货噶啦。即系美股嗰边，应该如果要沽嘅话，琴晚应该喺开市之前应该都已经沽得七七八八噶啦。即系嗱，如果美股要沽货咧，系一月已经要沽货啦。我嗰阵时沽咗啊，十二月。有讲到啦，上一次都美股要转港股啦，虽然转港股而家都系衰，但系争好远，争十几 percent， 好紧要。全美国炒得最好嘅唔系巴菲特，系啊 Elon Musk， 佢第一个沽货，佢旧年尾年尾已经沽货啦，仲要话公投沽货，咁佢摆明俾你听，喂，香港有马云，嗰边有 Elon Musk， 沽亲货都跌嘅，咁你都唔睇佢，系咪？咁所以。冇啊，美股今年好难有运行啊，即系搞唔掂啊，真系系啦。咁反而港股嘅表现可能某程度上啊，对比股就可能好啲嗱，咁样我识拣啦嗱。咁讲到识拣方面咧，就真系咩噶啦？咁我哋而家咧，真系我准备好抄 number 噶啦。头先 Sky 上你都讲话啊，好多个 number 要抄啊。喂，但系点解即系未？你话即系突然之间可能？有很多公司会被美国那边点名嘛，有机会。是啊。是不是多数都是一些，即会不会是多数都是一些跟那个科网系列有关的一些股份公司，即受牵连。都是啦，因为科网很多都是在美国上啦，尤其是中概股咯。其实佢上市嗰啲可能会更加。是啊，那些你就真是危啲啦，佢随时就可以讲，因为佢唔俾投资者投资你都烦啦，甚至乎即係要你退市咁你又烦啦，咁呢啲太多变数比较难搞囉。咁所以呢最好呢就係hold啲，咦，同呢电视关系少啲嘅股。但以下我讲好多股票呢都係围绕住两会，因为两会3月4号至5号就开。咁呢次呢就一定救经济，因为内地嘅经济都唔係好㗎嘛，佢都要松手救㗎啦。咁寻晚点解，其实寻晚点解你见到啲美股反弹呢，因为你见到佢冇动作啊。冇动作啦，Sleepy Joe 冇动作，挂住瞓觉。咁冇动作之下呢，大家炒返呢就係话佢唔会咁快加息住喎。咁所以啲嘢咪係咁弹囉。咁呢个就係、其实啲嘢就唔係即系唔系贵噶啦，咁弹又一弹，但系当然啦，如果佢真系内耗咧，咁系会影响啦。咁我唔睇美股啦，咁讲翻港股一样，即系睇翻内地啦。咁你三月四号、五号就系两会啦，咁佢一定会做啲嘢噶。咁两会咧就八大主题啊，我自己睇过，就都系睇好多不同啦。因为呢啲一定要睇内地嘅嘢，咁睇内地第一个唔使谂啊，内需啊，内需，点解内需最唔关系啊嘛？喂，咁我冇理由你美国冇得管我内需㗎，唔通你唔俾我食呢、這个火锅咩，係咪你唔通唔俾我饮大陆嘅啤酒咩，咁冇所以内需呢你係冇得搞喎，係咪先，即係一定会搞，而内地呢就一定扶持嘅。
嗱，扶持首先佢讲咗俾听啦，佢扶持餐饮，所以咪对付咗美团咯，吓、啊、咁但系对付美团系局部啫，佢扶持嗰啲小型餐饮啦，咁呢个我哋一间会讲嘅餐饮啦，吓、啊，但系首先一样嘢，食普通食嘢先啦，即系最多人食嘅喺内地咧，方便面嗰类型啦，饮品，即系咁你要睇下啲咩统一啊啊。康师傅啊，其实嗰啲真系唔差嘅、啊，即系你话嗰啲就真系唔差。嗱，最重要咧，呢个我讲过啦。康师傅啊，统一呢啲得唔得咧，就睇佢可唔可以加价。咁佢之前已经加咗 10% 啦。啊，点解我 10% 加咗4-5毫子啦？咁一包方便面大陆几多钱咧？2.5又有，3.5又有。咁你揸3-4毫子，其实加咗10%，能够加到价嗰啲咧，就即系有加价嘅话语权啦，国家俾你啦，当然咁就。我覺得唔錯咯，嚇咁呢啲穩穩陣陣咯。我哋不如睇下譬如322個圖啦，嚇嗱呢個就係322個圖。喂，你睇下，咦唔係好似打仗咁喎，係咁升嘅咁樣係嘛？嚇，即係唔太差嘅。最呢兩日都跌，但係跌得嚟都做支洋燭嘅嚇。呢兩日都跌，咁當然啦。你話咁有冇有冇啲平啲價咁有嘅？你咪撳只統一咯，220咁嚇，220就平好多啦。佢啱啱上250天線，但係個別個人嚟講咧，我偏好中意康師傅多啲。雖然佢平啲，但係你兩隻都買都冇所謂嘅。點解我中意康師傅多啲？好食啲啊！我覺得好味啲，真係喎，唔係淨我口味喎，大陸人都係嘅喎。嗱，統一係得一隻老壇紫菜嗰隻面好食嘅啫，我有食㗎嚇，其他咧我真係麻麻地，康師傅係好似好食啲咁樣嚇。好啦，咁第二樣嘢講除咗食啊飲嘢啦，講啤酒。啤酒我喺我自己寫嘢嗰度都寫過噶啦，就即係呢、這個咁嚟去咗三隻，即主要一個就係、是、青島啤啦，一個就係華潤啦，一個就係百威亞太啦。咁呢幾個啤酒咧，呢、這個幾個啤酒咧就係、是、我覺得都係唔錯嘅，因為而家係冬季嘅時間啊嘛，你冬季嘅時間是通常是淡季嚟噶嘛，但是啱啱完，通常喺冬季完咧就開始行噶啦，即係年年嚟講咧，嗰啲啤酒咧喺呢啲日子咧唔太差，嗱未必一定升，但係唔太差嘅。咁而家你唔太差都好啦，係嘛？咁嗱啱啱青島啤酒就做咗呢、這個北京澳東澳嘅贊助商，咁又打出國際啦，做當做生招牌啦嚇。咁而當中咧，我咁多隻咧嗱我比較。特別中意咧，反而唔係青島啤酒，又唔係嗰只華潤，反而係只百威亞太1876啊！大家可以睇下嗱，我話你睇下，你睇下幅圖，見唔見到啊？係砰砰聲聲喎，點解咧？因為百威亞太佢好醒目喎、啊、，marketing 佢做咗嗰啲咧低度數嘅酒精我未飲過 ，sorry 啊，真係係有啲賣啲果汁酒俾啲年輕女性市場，我諗阿卡你要試下啦，即係叫咩貝瑞甜心啊，咩我唔記得咗咩名啦，啊咁咧香港阿鄭志剛都有投資嘅，咁咁喂呢一、這個行個市場咧就行個，因為通常啤酒好多都係男人飲多啊，咁佢唔係輕酒精俾女士咁飲，咁我覺得呢個行呢、這個係醒目嘅，咁你見到佢成個圖咧，咦？真系唔似打仗喎，好似系咁砰砰声声咁。嗱，咁我建议大家等佢回一回再升咧，你先好买。嗱，以下我讲嘅股全部都系，你千祈唔好全部买，因为而家唔系超级大牛市，系你见到喺咁嘅环境，即系我事先声明啊，一阵间我再突然间睇下，喺咁嘅环境都能够破顶嗰啲，你先好买。即系而家环境一定衰噶啦，但系喺咁嘅环境之下都能够破顶嘅，咁嗰啲你咪抠下咯吓。咁呢啲破緊頂嘅，即係而家呢隻百威亞太破緊頂嘅，咁你咁梗係唔算啦。但係嗰啲就要等佢回一回再破頂啦。其他嗰啲咧有啲跌緊嘅，一陣間嗰啲佢都爆嘅。咁我覺得可以嘅，因為百威亞太點解好咧？因為佢其實好多投行咧都升佢目標價嘅。咁你喺而家呢啲環境升目標價，有個好著數喺邊度咧？係其實冚唪唥嘅股咧，有80%都唔好嘅。咁你就得20%好咧，你就谷。埋晒落嗰兩程度，咁所以咧出嚟嘅表現咧係零舍會好嘅，咁大家要留意啦。好啦，咁講完啤酒，講餐飲啦。咁講餐飲啊，內地咧好多朋友都係講海底撈啦。其實海底撈咧就唔係好得噶啦。嚇，點解海底撈唔得咧？因為佢過分擴張啦。第一，第二咧，
佢自己嗰个老细都走咗去新加坡。咁呢个咧喺国家嚟讲咧，即系国民嚟讲就唔系几中意嘅，因为中国都几中意国潮呢样嘢嘅，即系对你嗰个印象唔好，好似你好似卷钱走咁吓。呢、這个有人咁讲啦吓，唔系我讲吓。咁所以咧要睇咧，我反而睇两只，一只系九毛九，即系只太二酸菜鱼，食过未啊？卡太二酸菜鱼啊，点解食唔到咧？个原因就系、是。六点钟去到冇可能有位嘅，永远冇位嘅，即系好得人惊嘅太二酸菜糊。如果我真系咁耐，真系试过三点钟去食一次，食晚饭我当时吓。咁、啊、即系你谂下，佢喺2001年啊，你都知道2001年内地都仲系有疫情啊咁样啦，佢都可以增长百几 percent 噶，即系嗰个净利润。咁你谂下几得人惊？咁仲有佢嘅对手唔多唔少都系头先讲海底捞啦，啊，虽然大家唔同一个火锅一个酸菜鱼，但系都有啲类同啊，辣辣地噶嘛吓。咁但系咧嗰边咧就借咗啦，咁所以呢边咧就一路都开紧，佢甚至乎佢亦都开咗去新加坡，新加坡生意都好好。即系我新加坡嘅朋友话，即系等几个钟头先，你记住而家系疫情吓、啊，等鬼咁耐先有得食。咁所以呢个咧值得大家去望下，但系佢个股价咧就冇头先嗰个百威亚太咁好，都系喺下边嘅。咁你望佢上翻250天线，同埋你而家我都话唔系而家买啦，你见到突然间有突破，你咪买咯吓。另一只咧就系冇咁即系比较大众化啲噶啦，就系只百胜中国9987啊吓，就唔系因为佢做啲咩 KFC 啊啲咁，你见到个图表咧同嗰个头先嗰个太二酸菜鱼咧系差唔多嘅。咁有咩特别咧？呢两个其实。我觉得内地已经 prepare 咗疫情完嘅，虽然香港而家系好都仲系好严重啊，更加严重添啊，但系内地其实已经准备定晒，所以你见到呢啲咧，佢系一路都升紧上嚟，见到嗱港股就穿底啦，即系嗰个大市，佢仲系喺个底上边好多，咁我觉得呢啲可以考虑，同埋都讲埋另外一个内需嘅就系、是都唔属于完全属于内需嘅，应该属于物流咁啊，航空股啊。港股都是特别要同大家提一提嘅，因为呢个啱啱讲到咧，内地已经准备咗疫情完噶啦嘛，咁你见到嗰啲航空咧系升到好夸张噶啦，其中一只我俾大家睇一只753啊，我揿只753睇下，你睇下只753，喂佢12月嘅时候系4.7，跟住2月份咧6.7，升咗40%。跟住而家回翻啲啦，而家来翻啦5.几啦。咁我觉得呢只咧，如果吓我画一画啦，如果呢一只咧，呢只系就系只中国国航啊，咁多只航空股之中佢特别靓噶啦。即系如果佢做到咧一啲靓仔啲嘅洋烛啦吓，再突破咧，我觉得会破顶咯。呢只我未破顶，我会搏，但系而家未搏，而家唔搏住。我觉得就等佢做返啲靓仔啲，譬如整返几支洋烛啊咁样啦，两三支啦，咁我觉得博佢破顶唔怕。因为点解呢？其实嚟緊国内个航班一定会增加票价，同埋一定会好多人去旅行。即係一有得去呢，即係因为而家国外你唔敢去嘛，好多朋友。咁你一定喺国内系咁去，咁你个航真係好受惠。但係唯一一个担心呢，就係嗰个燃油附加费。咁但係而家我觉得呢都已经 discount 咗，因为佢已经有做咗啲措施呢，令到嗰个燃油嗰个冇咁敏感㗎啦。咁另外一隻呢你可以睇到嘅亦都系证明我所讲嘅，就系隻2588应该系2588中国航空租赁。呢个系做租飞机嘅，租俾人嘅。咁你睇佢个图又系靓到嘭嘭声喎，但呢隻呢佢就我觉得佢大上大落啲，所以冇买。咁我比较鍾意753，但係你諗下呢租飞机嘅，其实如果你真係嚟緊航空业係会一潭死水嘅，边个租飞机啊？咁其实就係、是、航空公司又唔想投资，但係呢即係唔想自己买个飞机返嚟咁贵啦，但係又驚嚟緊会咁行个权宜之策，咪租啲飞机呢，租啲飞机呢佢买返嚟呢就3-4年到啦，即係嗰个2588，即係中国航空租赁，中银航空租赁。咁但係呢佢租出去呢就起码租到8-9年㗎喎。咁即係佢好划算㗎喎。咁所以呢我觉得佢又挨到啦，佢又唔使机组人员啦。咁我觉得呢啲都系值得大家望下。即係见到我揀出嚟嘅股呢都系
哇，都好似几靓咁，咁梗系喺咁嘅环境都靓先至买啦吓。好啦，咁内需咧，大家可以睇住咁多啦。第二个我想讲嘅咧，等阵先。Sky Sir， 因為咧講開呢個內需，我驚我一陣唔記得，因為咧同時間咧，頭先我哋咪講緊啲杯麵啊、麵類噶嘛，即係我見到留言區咧都有問，日清又得唔得？1475，咁不如順便講埋呢只之後，我哋搬去下一個。日清日清嗰個圖表咁鬼核突，點敢買啊？係咪？佢話日清嚟緊都加價，嗰啲觀眾加咗啦，係嘛？但係個圖表算做核突咯，咁你話？如果嗰啲頭先我講啲酸啊，唔係酸菜，嗰啲酸菜牛肉麵成講咗，嗰個杯麵得咧，我覺得佢都唔差嘅，佢都係可以諗嘅。但係比較嚟講咧，就叫核突咯。我覺得會試底先咯，即係唔係好底，即係會落翻啲。你睇到頭先圖全部都係跌兩巴嘅咋，佢哇跌咗好多，仲有佢有少少喺呢個1月初呢度啊，1月初呢度咧有少少炒上去出貨嘅意味啊。你睇翻個圖咧嗱。炒上去成交好多噶，咁成交好多你就呃咗好多散户入去噶啦。跟住咧冇乜点，冇乜大成交，冇乜大成交。哦，跟住嚟啦，啊咁样呢啲有少少呃货，唔系呃货啊，系呃你入货吓嘅味道咧。我自己就觉得我都系倾向嗰啲叫稳阵啲。而家求稳噶啦，一定要你唔可以咁搏噶。我觉得呢啲你搏都得，一阵间我讲啲搏嘅搏咧，你就跌两三巴就要走嗰啲。就唔好搏呢啲，喂呢啲你唔识走啊！最惨买咗之后死啦，个指示位点摆啊？摆唔到喎，咁鬼远点摆啊？系嘛？咁如果系咁，我不如买个靓细啲嘅，好似头先嗰啲康师傅嗰啲咁样。OK， 嗯，好，咁我可以继续讲咯，嗬。系，好啦，這個、呢个咧就系、是、农业，我惊我讲唔晒，因为得翻20几分钟咋吓。第二个系农业啦，农业好快讲完啦，因为年年都有一号文件噶啦，年年都有。咁咧一号文件咧。咁就通常都係對啲化肥有啲利啦吓，咁讲下。但係今年呢特别要讲一隻股票。呢、這个股票呢唔係表现好好㗎，我买咗嘅啫，讲明先。就係、是、隻快手啦，就係隻1024。点解要讲1024呢隻股票呢？因为佢係做啲同呢个农业呢做嗰啲叫做直播呢係做得最相关嘅。吓，咁所以呢我就特别提佢，同埋佢前两日跌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突然间都不是突然的啦，佢即係同淘宝分开咗嘛，嗰啲嗰个 link 唔再摆落去，咁其实佢预咗自己要搞自己嘅电商平台㗎啦。咁但係你睇返呢隻股呢，呢隻股都系平台股啊，但係相较其他嘅平台股，佢已经系突然间变咗稳定咗好多，以前都跌咗好多㗎嘛，但係最近系稳定咗好多。你比较一下昨晚出业绩嘅巴巴吓，哇！出个业绩都几好，今日都嚟跌嘅，系嘛？但系即系都起码穿底啊！但系佢咧系真系守到嗱，呢只系巴巴啦吓，9988啦。睇翻头先只1024，佢真系守到上嚟。咁我觉得呢只即系你话大升，我唔够胆望啦。但系喂，佢以前几多钱啊？哇！我唔记得190几啊？啊，唔系再讲错咗，系400几吓。跟住而家几钱？80几蚊。当然蟹货一大堆啦，咁你搏佢上翻250天线都有好啊，咁我觉得，我觉得而家佢算做稳阵咯，咁我觉得快手可以值得望下，即系比几家平台，咁其实有好多平台有好多都唔错噶，嗱，例如寻日出咗好似系网易啊嗰啲都唔错噶，或者携程啊嗰啲其实都靓噶，百度都靓噶，但系个问题喺边度咧？佢哋有喺美国上中概股，我咪话头先咪讲咗咯。隨時你升得幾好多啊！一個點月啊，就點咗你出嚟咧，咁你就麻煩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快手係有少少值得大家望下嘅。但係長遠我就麻麻地啦，因為長遠咧，我始終覺得微信做嗰、那個做呢類型嘅嘢做得幾好最近。咁你同又有抖音比較啦嚇、啊，又有抖音同埋微信去做咗個叫做我唔記得咗咩类似又系 video 咁样做得好好嘅，咁所以长远嚟讲佢对手多咗，咁但系短期内咧，我觉得佢都唔太差，又系可以望下，又系你又系嗰句啦，短期内佢能够突破，你咪买咯吓，咁呢个系可以望下。好啦，第二个你下一个我想讲人口啊，嗱，老人口啊分两种，一个咧就系老年化，一个咧就系讲出生，嗱，咁先讲出生先啦，出生就系、是因为立咗呢、這个即系人工受孕咧，
佢立咗去醫保啊。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對啊嗰啲做幫手生 B B 嘅公司咧係幾好。咁就得兩隻啫，主要係一隻啊1951感恩生殖啦，一隻就係幫啲感恩生殖做啲 testing 嘅叫做貝康醫療啊2170啊。咁呢兩隻咧都可以望下。我覺得係都係炒為主啦。譬如你睇只1951啦吓，佢都系跌咗落嚟好鬼多噶啦。咁但系咧，今日你都叫做一跌完就弹下啦，咁吓都叫做有一弹下。另一只就2170啦，就系只贝康啦。只贝康你睇下，喂最近升得嘭嘭声噶，咁做啲 testing 我谂都需要嘅，咁即系有生意，即系应该系感恩生殖呢啲系佢嘅客仔嚟嘅，应该系。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咧又系一啲另类啲嘅，咁呢啲。唔会关打仗事啩，即系会比较少啲咯。要想生嘅就会揾试管嚟生咁咯，又生唔到要揾试管嚟生。跟住以前冇得医保，而家可以纳入医保噶嘛？会有人会做下嘅，咁呢啲系可以炒下啦吓。好啦，跟住下一个咧，我想讲嘅系仲有啲仲，我头先咪讲过八大主题嘅。咁好啦，讲咗农业。讲咗人口啊，老人家未讲，老人家嘅你咪要睇下嗰啲譬如保险啊咁样啦，一定系行緊老年化社会，老年化社会一定系行保险制，咁所以你见到呢其实之前跌到飞起嘅2318呢都唔算太差，都守到㗎喎。咁我觉得呢啲呢都系迟早挑战250天线，不过你当然冇理由而家跌紧落嚟，跌到嘭嘭声嘅时候你冲入去买啦，梗系等佢做翻啲靓仔，好似我头先讲嗰几个形式，或者等个市好翻少少嘅时候，你咪去买啦。啊，等个市好翻少少去买咧，唔迟嘅。呢啲股呢啲跟大市嘅，呢啲又唔会突然间爆一种个平安系嘛？咁呢啲你咪可以谂下咯。咁我觉得呢只都算做稳阵嘅选择啦吓。咁但都系嗰句啦，等佢突然间有突破啊，咁你先至买或者出翻啲信号啦吓。好啦，咁八大主题之外，而家讲到仲有嘅就系有一个啦，科技特别要讲嘅，有一个叫东数西算啊。咁其他啲唔讲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嘅，但系东数西算一定要讲，因为我觉得着墨唔够多。其实咩叫东数西算呢，就系将中国东部嗰啲数据就掟咗去西部运算，咁呢个以前都有做过噶，咩北水南调啊，咩西气东输啊，咁样呢啲好多呢啲咁嘅嘢吓。咁其实就系好简单，就系东部嘅资源由于唔够，咁地都贵啲啦，仲有东面又冇咁多嗰啲新能源啦，吓你西边啲好多噶嘛，晒都晒死你啦，系嘛？咁所以咧，佢就会转去西部嗰边，咁都做咗出嚟噶啦。嗰、那个情况咧，好似以下有一个图，大家可以睇下，即系话本来咧就喺睇唔睇到嘅呢、這个图，而家睇到个吓。睇到。嗱呢、這个本来喺呢边嘅，就移咗嚟宁夏甘肃呢边。哇，甘肃嗰度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啦，晒到你死嘅真系啊！咁啊，贵州啊咁样一路移咗过去呢边做，咁移咗呢边做咧，有啲乜嘢特别咧？移咗呢边做咧，首先一样嘢。你要搬呢啲咧，所以點解嗰只中國移動同中國電信前一排咧，好似變咗身咁樣？因為佢就做好多呢啲叫做中樞樓啦嚇，係要參與呢啲嘅。咁所以咧，佢哋做咗好多呢啲。另外，咁仲有啲細只啲嘅，例如我自己都幾中意一隻嘅，叫做856啦。856就係嗰只叫做叫咩時佳話嚇。韦氏佳杰啊，系我净记得叫氏佳啊，韦氏佳杰856嗱，点解咧？因为咧，佢又有做云啊，又有做人工智能啊，哎呀，乜嘢都有做，全部都做晒，仲有同啲大嘢合作噶，华为啊、阿里啊嗰啲啦，跟住又同网易合作啦，咁全部都有合作嘅，咁我觉得呢只又系稳稳阵阵企咗个顶度嘅，系冇错。琴日咁差，佢都有跌落嚟，都由8.2跌到落去7.8。但系咧，佢今日又弹翻上8蚊咯。你睇个市都冇弹，佢已经弹咗啦。咁我觉得呢啲大家望下咯吓，即系
即係加你即係加啲嘢落去睇下咁如果有嚇，冇唔緊要。咁你見到佢都係屬於靚仔，總之我話聽佢屬於靚仔啦，有人買啦嚇嚇，咁咪又係突然間突破嘅，你咪買咯嚇、啊。好啦，咁仲有啲乜嘢咧？內地有內地好多嘅，不過香港就比較少啲。有一隻咧，又係偏滿啲嘅，叫金邦達家寶啊。係咪3315啊？3315啊？啊！大家睇下，又系，咦？我揀出嚟呢啲全部都靚仔嘅，即係個圖靚仔啦，唔知嚟緊靚唔靚仔啦。但係呢個做咩咧？呢、這個做啲卡嘅業務嘅支付業務，因為你係好嚟緊，你係必須要呢啲嘅嗱，需要啲乜嘢？需要啲5G 啦，需要啲支付，因為你搞緊數字經濟啊嘛。咁好啦，呢卡係咩卡咧？咁佢係做咩咧？佢咪幫你將嗰啲大家見到熒光幕又有，喂，真係有準備而嚟啊！大家睇下。喂，大家平時用嘅信用卡咧就冇呢啲噶嘛？你見到佢實體，佢有啲信用卡上面咧係有講俾你聽，你有幾多餘額啊？呢咁樣呢個佢咪做呢啲咯？咁呢啲都幾方便啊！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值得睇下。好，講多隻啦。既然講得呢個科技係另類，咁我科技一定唔會講 ATM 嗰啲啦，係嘛？因為嗰啲你俾人監管啊嘛。呢啲即係呢啲，因為你講啲細少少啊，有一隻又係靚仔到不得了嗰個圖，亞信科技1675，大家睇下個圖。真係非常咁靚仔啊！當然尋日有跌啦，但今日就即刻收復嗱。尋日我哋睇翻查翻呢啲公仔先啊，大家未必識睇。好睇下呢度，尋日等等啊，尋日喺呢度啊，查咗呢個先。sorry， 好，尋日呢度跌咗落嚟，冇錯，跌得好多嘅呢度。你睇一日啊，已經收復曬。昨日跌差唔多800点，最近就跌咗2000点。但你睇下佢最高咧，最高就系15.68，而家几多？15.18。即系如果你买着佢咧，真系啊乜打仗咩？我都唔知嘅，系咪先？你真系睇到系，但系呢啲唔未迟嘅，因为点解真正落力当时真正落钱啊爆发嗰嘢咧喺度。就大概13.几，而家系15.几啫。你话佢系咪好迟就唔系好迟，咁所以呢啲咧就值得大家望下，即系信呢个，因为国家实要搞噶啦，佢唔用呢啲佢搞唔掂，佢一定系几样嘢噶。最主力咧就系、是、就而家讲呢八范嘢咯，吓一阵间再讲埋吓。OK， 咁啊其中一范呢、這个咁呢啲喂百几亿市值唔系好大吓。OK， 好，我要快啲啦，下一个好快讲嘅咁多个板块之中呢，有边个板块系最唔跌嘅呢？我话俾你听两个字，基建。基建系最唔跌，最唔跌啊。嗱，我记得我讲过俾大家听有几隻嘅，有以前讲过隻3311，即系做再都系做建设嘅。另外就有一隻1735，最近有隻830。我讲得快啲唔好意思啊，大家有隻9979绿城管理。全部都系做基建，你睇下呢只3311，嗱呢只3311楞香港多啲嘅，因为香港最近又有施政报告讲好多啊嘛，你睇下全部黐顶嘅，系咪啊？三一寻日先创历史新高，唔知系咪历史咧？睇先啊，起码近10年新高嘅，你睇下，喂，你睇下个图，完全系同港股逆晒市喎，咁當然我唔係叫你而家走去追，呢啲講咗噶啦，其實2个几月前已經講過呢只3311，2个几月前嗰陣時先至係得9.几，而家10.几啦。好啦，咁但係國家一定要做嘅，你唔做基建，你點樣搞嗰個經濟啊？咁好啦，咁呢啲都升曬啦，咁我唔敢追啦，但我話咧呢啲你回落去要買啦嚇。好啦，咁我唔敢追，咁買咩？咁你要基建得，一定係水泥。水泥一定是一个地方，安徽最劲。安徽而家是一阵间大家睇一只股得啦，先唔好讲水泥，但系同有关噶。你睇呢只995咯，安徽高速皖通好似读啊，高速公路。你睇下个图，我呢只我买过，但、就、系、是、我后屘 keep 唔到咁耐，因为我谂唔到公路股系升成咁啊。你睇下。佢由5.几升到上7.几，系公路股升50%。点解？因为佢搞咗一个叫做安徽源源联通嘅嗰啲叫做高速公路嘅联网。
咁點解咁樣？因為佢而家搞咗一個係一個物流轉換中心喺嗰度喎，發展安徽嘅。咁所以你見到咧，安徽係升到砰砰聲。咁而安徽係咁咧，你一定會睇另一隻另一啲。我頭先講到水泥啊嘛，咁你一定要睇水泥啦。水泥咧，咁你睇嘅咧就唔係只安徽海螺喎，因為安徽海螺唔係安徽唔係最多喎，最多咧反而係只中國建材3323。咁你唔理啦，3323又好，914又好，呢啲水泥咧，你都睇下啦。但又係講句嗱，水泥唔好而家買，又係見到突然間有突破咧，你不妨買下，因為支持呢個基建工程。好啦，但係另一樣嘢有兩條路咧，俾大家行嘅。嗱，我再講埋有兩條路，邊兩條路咧？都係生路嚟㗎。一條咧就係頭先講嗰只啊995嗰只嗰只安徽皖通破頂，你去諗啦。咁嘅環境佢破到頂，咁好安全啦、啊，又有息係嘛？跟住又個圖又靚，另一隻咧都靚㗎。其實啲公路股真係好靚。另一隻我唔知有冇啦，四川成渝都靚。都是破頂埋，即係呢啲你見到呢啲能夠破頂咧，佢又穩穩陣陣十厘啊，咁啊，即係大概你預賺10%啦，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屬於安全嘅，所以國家一定搞基建嘅啦，唔使諗噶啦。咁嗱，好啦，咁又講完個基建啦，咁啊講完基建啫，要穩國家嘅經濟一定講內房啦，內房一定係啦，又係嗰句噶啦，住房不炒。咁但係最近咧就有曬做曬嘢嘅，又有鬆綁啊，又借到錢啊，一間又俾你搞拼購啊，一間又俾各資入股啊咁樣，咁你最穩陣，你梗係買啲安全啲啊，1109啊咁樣啦。好啦，講完一大輪，係咪噶？係咪真係咁個市場？係咪真係睇緊呢幾範嘢㗎？係淨係定係你揾出嚟？其實個市場睇呢份嘢唔係我講嘅。最紧要就系嗰个市场讲嗱，咁我好简单，最近个市都跌到大家人心惶惶啦，讲到个市好惨好惨咁样系嘛，咁亦都真系跌咗好多，由25000跌到落去22000几，跌咗2000几点啦，系嘛，咁尤其而呢啲都系发生喺最近呢个月里边嘅事，好啦，即系一个月到啦吓，咁我要揾我做啲乜嘢咧？我而家试图同大家一齐揾。最好啦，一齐揾，即系唔好我自己抽啲 number 出嚟，我筛选俾大家睇下，究竟有边啲股咧系市场瞩目嘅吓嗱，我首先咧，我呢个比较少同大家做啊喺度，嗱，首先我揾咗全香港有成交叫好嘅股票啦，咁有400几只，大概即系又有波幅又有成交，有400几只，好啦，呢400几只里边咧，跟住我就睇下啦，最近个市我谂系。下跌裂口就劲多啦，你香净系个市啊，呢5日我记得都有3个下跌裂口，即系 gap down 落 gap down 落 gap down 落咁样。咁我揾啲最近嘅我俾多啲 RN 水啦，我揾下最近嘅嘅股咧系gap down 嗱呢个下跌裂口啦，系少过最近个半月添啦，系少过两个啦，少过两个，即系最多得一个啫，一系冇添啦，系嘛？睇下有几多 ，OK？ 好啦，有300几只系少过嘅。咁至于好啦，咁有啲喂跌咗好耐啦，都唔升嗰啲，咁都会冇下跌裂口噶。咁唔好啦，我直情加埋，要有上升裂口嘅，嗱，即系又有爆得嚟又唔跌、啊、，OK？ 我哋睇下有几多只先，加埋呢去。有100几只，跟住好啦，咁都系有啲可能喺裸底橙喺个好低位嗰度噶，系嘛 ？OK， 好，我再整多个，要系高位嘅，系呢10日啦，或者呢10几日啦，呢10几日创咗4个月新高嘅，我好中意用4个月新高样嘢噶，啊，因为人哋成日都一季啊嘛，我仲稳阵啲，稳够4个月，创到4个月新高嘅，出嚟有几多只先，睇下先。等等，马上有运算紧啊！可能我我 WiFi 有问题啊 ，sorry 啊，我 WiFi 有问题，头先都仲有嘅。等等，再做多次。如果 WiFi 有问题就冇办法啦。等等下，呢个系咪私家嘢嚟噶？有啲人有用啦、啊，揾到啦，
WiFi 好翻。好啦，三十几只唔紧要，我哋最紧要点揾出嚟唔紧要。大家知道我嗱，知道个原理嗱，我系全部呢个原理，最重要系入边有啲咩股睇下咯。我揿俾睇嗱，我哋睇板块，唔好净系睇啲个股。你睇下我有冇讲错先？建筑第一个系有，居然有三只建筑，最多啊三只建筑都喺呢度。有中环控股啦，头先讲中国建筑六成管理啦吓，跟住有三只物业管理我头先冇讲到，咁你主要都系华润万象嗰只啫，但系继续睇煤炭嗱合理嗱，而家合理嗰啲唔好讲，因为煤炭就最近系啲煤价升到飞起啊，合理，但系有啲唔合理，睇下酒店旅游唔系好合理，呢个复星旅游文化点解会有嘅？唔合理嗰啲我反而中意。你记住，我唔系唔中意唔合理，我哋反而唔合理啲谂唔到。第二个好啦，你睇下航空有两只，一只系中国国航，一只中国东方航空，唔合理嘅。而家话晒都叫疫情啦，点解佢咁劲嘅？咁你可以谂下边啲人买，一般散户唔买嘅。我而家就中意买啲一般散户唔买嗰啲。嗱，咁睇唔到廿卅几只，我开一次过开晒俾你睇啊！大家可以睇下。即呢一堆股票呢都系最近呢曾经升得好紧要。当然入面有啲跌啦，好似恒生咪突然间跌囉。突然间跌得好多啲，我哋唔好理佢。有边啲特别要睇呢？睇下呢隻金沙。金沙呢，我哋你睇下个图呢，你就知道咦呢隻嘢有啲嘢㗎喎。点解？因为之前呢就话攞唔到赌牌啊。咁攞到之后其实一路都企住喺高位，最近梗系回下啦。但系稍微有啲异动呢，你不妨留意，我想上返250天线唔係好大问题。咁你呢一堆股啊，啱啱我搜出嚟呢一堆股啊，咪就係点解人哋会睇到呢啲呢？例如紫金好合理啊，因为你话打仗咁金会升啊。咁我亦都讲多句紫金先，我自己唔鍾意㗎啦。我有买到嘅，但我走㗎啦。点解呢？因为如果你鍾意金呢，你倒不如买金啦，或者买金嘅 ETF。因为点解呢？好計數啲，因為呢啲紙金入面又有其他嘢，未必好。仲有咧 ，so far 咧經常性跑輸嘅，咁所以咧，起碼金都破曬頂啦，但係紙金都仲係都破唔到頂嘅，所以我就麻麻地啊有咁打仗有啊升好合理啊，邊啲唔合理咧？我就中意啲即係比較冇人睇嗰啲嗱，例如中國建材頭先講過3323啊，康師傅啊呢啲咧係比较市场可能少啲人睇，咁我觉得呢啲咧系值得大家望多两眼咯。咁大家自己睇嗱，记住啊，呢一堆唔系走去买噶，不过呢都系市场最近日唔惊个市有买到嘅，而最紧要就系唔突破唔好买，突破你就hold啦。因为但系2000只股票突破，我唔知hold边只噶嘛。咁而家我咪将佢缩窄到得翻34只，咁你突破你咪可以hold下咯。咁呢啲都系我哋常用嘅，利用个市场。点解会图表会得呢？其实讲多两句就系、是、咁、那个市场有人买系咪得咯？咁买人通常都唔系散户买得去喐噶啦，多数系大户。散户买咩？散户都系 ATM 噶啦，系嘛？咁所以咁而大家呢啲比较少人买嗰啲，咁能够升嘅，咁咪一定有佢道理啦。咁所以大家值得可以望下啲。冇人买但是又升的股票咯，但是最近都不多，咁都系得几廿只啫嘛，咁值得望下咯。OK， 我到头先嗰个热力图嗰度系咪冇晒嗰啲车啊能源股啊？冇啊，因为点解最近你个龙头都唔得，你个 Tesla 龙头都唔得，咁点得啊？咁我概括一下啦，有边啲？因为我讲唔到有啲嗱，有内需啦。即系我八大，大家望下内需啦、科技啦、生育啦、基建啦，啊内房就系得我啲国资嘅啫吓，跟住就仲有啲养老啦、养老保险啦，同埋绿能你记住啦，嗱而家咧讲嗰两句啦，绿能就唔系炒翻电，而家系炒储能啊，以储能为主啊，咁所以你见到咧嗰啲反而嗰啲有兩樣嘢都會升嘅，一個就係嗰啲叫做猛啊嗰啲嘢啦，同埋講多兩個概念俾大家聽先，有冇時間嘅？而家仲有嘅嚇，有係咪有㗎？好，講多兩句啦嚇，有兩樣嘢都係依次打仗要值得留意嘅 material 嚟㗎，一個就係鋁啊，鋁咧
你一定要留意只我自己衰嘅，我之前买咗中旅，买咗俄旅，啊，自己做祖国嘢都唔知，咁我走咗只中旅食糊，即系俄旅反而 keep 住，啊，跟住只俄旅咧就因为唔知道会打仗噶嘛，即刻就散晒，咁呢个咧就跌咗落嚟，但系咧佢好得意，佢而家咁样咧，即系好似打仗咁好紧要啦，但系你记住，铝咧喺俄罗斯嚟讲咧系占咗全球好鬼死多嘅，咁差唔多系佢已经系最大出口国嚟嘅。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喺咁样之下咧，如果而家咧俄铝咁样咧，就你又唔使太担心佢俾人炸咗系炸，因为佢喺乌克兰咧其实得一间嘅啫，喺其他地方多，但系担心系咩？担心系制裁。即係制裁就冇辦法啦，但係通常呢啲咧都係遲啲嘅，咁可能咧一話唔打或者咩咧，佢就會彈完咧，跟住啲人又話制裁佢，咁咪跌翻落嚟。咁穩陣啲咧，梗係買中鋁啦，嚇，呢個頭先我就如果你話買金，不如買鋁啦，嚇。咁點解中鋁2600啦？咁點解買鋁咧？因為鋁咧，你除咗做電池又要啦，其實你做基建啊，全部嘢咧都要嘅，嚇，要即系占好多啊，占三成啊咁样嘅，发电又要啦，咁所以铝咧差唔多系好广泛地应用嘅。咁你冇你而家百废待兴啊，中国嗰边，咁你冇办法唔搞呢、這个即系中铝，所以点解会企到喺个顶度咯？即系企得几好咯？呢啲又系值得大家留意一下。好啦，另一个好冷门啊，那个叫做咧嗰、那个气啊，有一只气咧，原来咧喺乌克兰是特产嚟嘅，是那只叫做奶气啊，我唔识读个字啊，个奶气个字应该是奶啩，我写俾大家睇下，大家可以做下啲功课，自己翻去一只咁嘅气啊，系咪？我咁读奶字啩吓，总之呢只气啦吓，呢只气咧系做咩咧？好似冇乜特别喎。嗱，呢啲我估计系啲 low ball gas 嚟嘅，系即系比较稳定嘅气体嚟，咁系做咩咧？喺半导体系极。制造半导体嘅时候极之需要嘅，好啦，咁而呢样嘢咧系呢个乌克兰嘅特产嚟嘅，好啦，咁而家如果佢真系有打仗，令到呢个咁出现问题咧，咁呢啲奶气咧就会升晒癫晒噶啦，咁癫晒咧会影响啲咩咧？半导体咯，所以你大家要睇住一只嗱，我有嘅股啊，赢过好多，又跌鬼翻晒落嚟，又冇乜走唔得多嘅，就系 Nvidia 啦。即系一样啊！呢啲啊，如果穿底咧，你就要留意啦，因为咧佢真系会好大影响，或者啲 AMD 嗰啲啦吓，都好受呢一个影响嘅。大家可能唔知道啊，即系呢一个气体咧系都几大镬嘅。如果冇咗佢咧，你搞唔掂啊，你做唔到啊，因为佢啲 low gas 就系做完即系整啲紫外光黑嗰啲机咧。啊，咁我唔係好識，我都係睇啲文章嘅啫。咁啊，就話會令到佢唔會傷到個晶圓嘅。咁你冇佢唔掂啊，做唔到啊。咁所以咧，你見到咧，尋晚中彈嘅，因為話唔打佢啦，即係冇派兵啦。但如果真係有咧，呢啲你就小心，甚至乎做啲沽空對象，到時反而係走完佢之後咧，仲反而做沽空。昨晚彈咗好多，彈成好似彈成10% 咁喎。咁但係咧，如果一穿底咧，你大家要留意小心啲啦。又配合翻啲 news 嘅話咧，你就知道點解呢啲晶片股會跌啦。OK， 咁呢啲都好多資訊俾大家，係啦。係一個即刻揾係好似一啲霓虹燈嗰啲camera。係啦。都是一些 low ball gas 嚟嘅啦，系啦，即系惰性气体啦，系啦，系啦，好啊，咁啊嗱，今日 Sky Sir 咧就真系带咗好多唔同嘅板块资讯，再加埋咧即系稳定咗大家嘅心啊！相信大家今日咧同我一样都好俾心机咁样，系咁抄笔记啊，抄啲 number， 然后大家都会望住，而且今日特别要多谢 Sky Sir， 因为 Sky Sir 大病。系啊，功课哇，准备充足咁样俾我哋新 channel 嘅观众朋友，真系好多谢你。咁你唔好吓人，我唔系病，我打咗针啫，吓亲人。系啊，我只系打咗针发烧啫。你话俾人听我病，好惊，我唔够胆同我食饭。不过而家都食唔到饭啦吓。我只不过系发烧，好攰，同埋手好痛啊吓。系咪真系会啊？梗系会啦，会啫嘛。
好痛，好痛。冇乱嚟，系啦，放翻低。系啦，所以咧就都准备啲资料俾大家啦，因为而家啲咁嘅市咧系令到大家好彷徨，唔知点算。但其实咧系有好多沧海遗珠嘅，咁但系咧你要记住啦，唔好头先我讲啲 number 就走去买咯，一定系。当然你还做功课啦，但系有啲朋友未必得闲做功课，起码你都见到个嗰啲股价系有突破，有人去买，有成交量突破嘅，咁你先至要好去跟咯。而去跟咧，你记住一个好好嘅原则就系、是、八九成嘅股票都衰，得一两成嘅好。咁我一两成反而好飙车，次次都系咁。咁所以又唔使太担心啊。最好就系个市就定落嚟啦，做到我头先讲嗰几个方案嘅其中一个啦。咁跟住先再去买货咧。咁我觉得。今年我暫時未睇到太差，當然啦，若然俄羅斯原來唔係嘅，普京係今次癲曬㗎啦，揸住東正教個名咧去征服全世界咁樣啊，咁就另作別論啦嚇。到時先知道個情況會係點樣，但係暫時而家就嗱，俾咗好多唔同嘅板塊，大家就真係要做足功課啊！等阿 Sky Sir 下次。我已經約了 Sky Sir 下個月三月咧，就再同大家去分享噶啦。咁啊，到時咧就再傾更多啊嚇。我見到留言區 Sky Sir， 你一陣都睇翻留言區啊，即刻好多朋友 take care Sky Sir 咁樣衝翻出嚟啊！問我打唔打到 Bang Ball， 我右手噶嘛，我左手打唔喐啫，右手打到，但係冇得打啦，而家邊得打？唉，好慘。可能你個 studio 夠大，咁你咪自己打，同啲同事冇台冇係咯，冇台啊，冇對手啊，啲同事唔夠我打。我約了你㗎啦，我哋 OK。疫情好翻啲嘅時候，我哋兩個終於可以見面啦 ，Sky Sir 係咪？好啊，好啊。公開要求見面咯，而家好咁唔該曬 Sky Sir 啦，咁啊多謝咁多位觀眾嘅支持，記得 like 我哋條片啊，俾多啲支持我哋咁樣，咁我哋下個月同下個月咧就再同 Sky Sir 見面啦，大家留意翻新 channel 嘅 Facebook 專業個節目表，睇下 Sky Sir 邊一日。就会俾惊喜大家，同大家再分享。今晚六点钟美股专卡，我就再同大家见面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咁多位。好，拜拜，拜拜，拜拜。